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刚 TV， 我是阿刚。4G 网络呢，其实在台湾已经非常的盛行了，几乎人手一机三边都是使用4G 网络。那3G 或2G 的用户其实已经是日渐的减少了。那其实用4G 网络的用户呢，也不见得每个都吃到饱。尤其是学生专案的话，学生专案基本上你要用到吃到饱，就是要非常非常贵的资费。那基本上学生专案都是采用就是限定用数据多少，比如说你可以用3G、5G。最近有蛮多人来信问我说，今天我网络用完之后，为何我可以继续用？那不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当你网络用完之后，他会传一个讯息跟你说，你的网络用完了，那现在开始你可以降数据去使用你的网络。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基本上你网络用完之后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注意到，就是你在你可以使用的网络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尤其是滑脸书看 YouTube， 基本上你会觉得，为什么 YouTube 里面都跑不出来？然后滑脸书也觉得非常非常大。那传讯息的话，勉强还可以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的网络已经被降速，你已经把你网络用完了啦，它会开始对你进行降速。那降速降到多少，究竟是降到多少？其实就是要看你的账单资费所决定的。其实现在4G就是走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你用完之后，它要么就是给你断网；第二条路要么就是降速。那为什么会断网呢？其实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用非常非常低的资费，比如说199或299，我有在这么低的资费才有可能会直接给你断网，就是用完之后了。那如果你是用比较高一点，比如说399、499的资费，其实用完之后它就是让你降速，速度就是会变慢，让你继续去做使用。其实电信业者会让你网络数据用量用完之后让你继续使用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是要让你在急用的时候能够用你这个非常非常缓慢的网络速度来发讯息给你需要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让他们来帮助你。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啦，因为它这个网络真的很慢，它跑动几乎都有收发讯息的功能。那今天如果你要传讯息、传影片、看影片，基本上很难啦，就是用降速网络很难。那不知道这个影片有没有满足你的问题？总归一句就是，降速过的网络会非常非常的慢，那其实就是让你收发讯息用而已啦。你要做其他事情，基本上会跑得不太动啦，就是你要需要点耐心。那这网络是完全不需要收钱的，就是降速过的网络不需要收钱，所以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OK， 那相信这影片应该已经有解答你的问题了吧？那如果有的话，帮我点个赞跟订阅吧。我是阿刚，我们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下次影片中再见，拜拜。